能出现神秘数字？刚好今天不上班，让我们带着观众一起去高雄解开这个谜题吧。Let's go！ 神秘数字出现在高雄，来去高雄铁佗哦。你知道高雄亚湾有一个神秘数字吗？哈，神秘数字？看好喽。我只觉得这个是 boss 吧？不是，我们来高雄亚湾出差，你怎么还那么思念 boss 啊？不是老板，要不然你写的是什么东西？再看一次，一三零，所以一三零是什么呢？在说明一三零是什么之前，你知道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博尔特区。其实，在我们身后这个地方啊，从2020年开始，由经济部产发署、资策会等中央部会打造的亚湾5G AIoT 智慧园区。哇哦，要叫智慧园区，想必要有很多的厂商进驻吧？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神秘数字130，指的就是有130家的厂商进驻，而且创造327亿台币的产值哦。哇，从零到有，短短的3年就可以创造这么大的产值哦！而且呢，以高雄港港区来说，从南方的星光码头、光荣码头、真爱码头，到了蓬莱码头啊，就用这个5G AIoT 打造了像是会展、游艇、音乐跟文创等休闲游憩产业，是我们台湾未来最美、最让人惊艳的智慧园区哦！哇，好棒哦！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看5G AIoT 可以为高雄亚湾带来什么样子的新气象喽！这几年，不管是来高雄旅游，或是工作商务，都觉得高雄也变化太大了吧？很多住高雄的朋友对于这样子的改变都蛮骄傲的哦。但你知道吗？改变高雄的不只是城市的外表或新的建筑这么简单。在经济部产发署、资策会数转院的积极引入 5G 专网、智慧互联网的运用，才让高雄港区打从骨子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走过博尔特区，踏上大港桥，就来到战库群这一带。不管什么日子来，都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蓬莱码头跟战库群自日据时代起就是高雄港的商业重心，这几年来观光的人潮就有400万人次。在 5G 专网导入后，未来的发展更是值得期待。连接7号码头，世界最大的战库群，由大港桥连接东边的博尔特区，这个场域聚集了新旧融合的文创店、特色餐厅，也举办各类艺文展览、市集等等，可说是高雄亚湾 5G AIoT 创新园区文艺复兴的基地。以高频宽、低延迟的 5G AIoT 技术，打造了 HoloPark 生活广场、XR 数位百老汇剧院、互动串流水幕展演秀等等虚实整合的艺文空间以及展演。导入 5G 专网后，战库群也将迎来台湾第一个游园自驾车行动导览系统。这项导览服务是运用 AR 技术，让民众在战库群乃至整个蓬莱港区都能享有沉浸式的景点介绍、最佳路线等服务。将来还会搭配推播港区的商家优惠讯息，让导览不再只是提供路线、路况的讯息，而是扩及整个港区的体感体验的导览服务。光荣码头与真爱码头就在爱河出海口的两边，环绕着爱河湾，是现今高雄港最璀璨的区域。许多大型活动，如黄色小鸭展览、大港开唱等，都在这里举办。这个区域也是 5G AIoT 亚湾产业聚落的一环。居中位置的光荣码头是雅果游艇建制和运营全球第一座游艇智慧码头。智慧码头透过 5G 网络的涵盖和 AIoT 设备，可清楚确认泊位的数量与位置，智慧导引游艇进港停泊，及时满足游艇加水、充电等需求。安全监测方面，透过 5G 强大的数据传输，配合无人机等视讯设备，随时监控与判断来自海面或岸边的不当入侵、人员落水等状况，及时通知管理中心因应。以 5G 专网技术运用在海洋油气产业是台湾的创举，但不只是这个创举，光荣码头鲸鱼提案区还有台湾首座可举办各种电子竞技赛事，
并透过 5G 网络与世界各地连线或进行全球直播的高雄电竞馆。雅旭电脑也曾在魏武营艺文聚落的江弦二光影交响体验特展中，把高雄海洋流行音乐中心芭蕾舞者的演出声光和影像透过 5G 专网传到魏武营三联动的现场，完成一场异地共演的沉浸式演出。在珊瑚礁群复合商业空间里，梦想创造也建置了 VPXR Studio，演绎了 5G AIoT 技术应用在影视产业，创造台湾影视独角兽的可能机会。可以说，光荣码头场域是 5G AIoT 亚湾产业聚落最闪亮的钻石，一点也不为过。星光码头就在星光路底高雄85大楼旁，这里有着高雄橱窗之称的高雄展览馆、高雄图书馆总馆，以及新启用的高雄港旅运中心等亮点建筑，更是紧邻高雄软体园区，是 5G AIoT 在亚湾重要面向国际的产业聚落区。高雄展览馆是台湾第一座获得多项绿建筑的会展中心，也是亚洲首座运用各项 5G 专网技术的智慧场馆。来到高雄展览馆，策展团队可以运用高展馆的专业场域 Cross 科技应用的会展创新解决方案，以高速高频宽的 5G 专网使用，如 3D 即时动态会展展示、 XR 虚实混合展会数位科技、会议论坛智慧串流直播等各种最新的科技，设计与策划一场别开生面、创意无限，甚至可以将展览内容拓展至会场之外的展会。除了高雄展览馆，临近星光码头的高雄图书馆总馆也都导入 5G 专网，在总图运用在设备管理、门禁与安全的防护，这些公共场所相关数据记录也以智慧化和资讯模组化进行大数据分析整合，作为城市未来规划之用。亚湾产业园区星光码头这个区域，相信在持续推进 5G AIoT 的运用下，星光码头将成为亚湾智慧城市领域中最佳示范的产业聚落之一。介绍完 5G AIoT 亚湾产业聚落中的高雄港湾三大码头区，下回来高雄除了好好吃好好玩之外，记得也要好好来体验 5G 专网的各项应用所带来的创新便利的服务哦。点点滴滴，正声广播电台。